你要出去走走吗 ？Right now， 可以啊。薛老师跟秋怡单独待一起，怎么能破坏他们呢？一口都没吃。我没有吃，我就全部加上，我就放那。我是吃的昨天的剩的三明治。很惊喜，其实我比较循规蹈矩，想法很多，然后很有趣的人，我会觉得很棒。对，然后那就回来了。会了吧？我来歌手，你不能错啊，然后你也不能断。走吧，从来没有走着逛过。走这边吧。你知道，我床头现在就变成一个药箱一样。全是我给你买的药。然后昨天万一他晚上问我，他说有没有那个防蚊虫的那个喷雾，他说他没带下来。我说你等一下，我找一下，我应该会有的。然后。旁边是你给我的那个药袋子，积攒了所有你给我的药，然后夸一下藏起来。我说你看看这里有没有，然后他说啊，你这怎么弄的药？什么？啊，确实很像我爸爸。长得像，长得像。那你爸爸他有什么让你特别崇拜的？他很宠我妈妈，极其宠。哦，对哦，不知道你们家跟爸爸妈妈关系好吗？这就是家庭氛围是什么样的？就是其实我很小的时候。我爸妈他们就离婚了，但是呢，就是我爸爸跟我妈妈，就他们还是一直会一起出现，然后就节假日、生日，对，然后所以怎么说呢？就至少从我的角度，我觉得爸爸妈妈对我是很好，然后我觉得他们两个关系也是就是比较和睦的。小火龙是哪里买的？因为我自己买了好几，我买了一个杰尼龟的是怪的，然后家里还有个皮卡丘。是网上买的。皮卡丘因为脏了。怎么能到那么快啊？没有吧？早就买好。不是，但是它本来就有。你会喜欢小火龙，我就买了一个。我特别喜欢。它的翻滚是那个。很搞笑。因为我本来很喜欢悲伤怪，他的表情也很好笑。就你知道那个作者，就是抑郁症，就是能给别人带来很多快乐。对，带来很多快乐，其实大家都可能有自己可能没有办法用快乐治愈自己。很惊喜。那时候就发现了。发现你有数不尽的很有趣的灵魂，多面体。然后，感觉是一个精神世界极其丰富的。然后，其实我比较循规蹈矩的生活方式，然后就是想法很多，然后很有趣的，我觉得很棒。
我们要不出去走走？走啊走啊，走呗。薛老师啊，没事，你要出去走走吗 ？Right now， 可以啊。薛老师跟秋怡单独待一起，怎么能破坏他们呢？走吧。走吧，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加入一下的。走吧，走吧，一块去吧，走。不够了。哎，怎么没带个球下来呢？打篮球？打不打？忘记了。这个我在下面都没有走过，就我完全没有下来走过。都是爬的。要么就是下来打篮球。你们要不要去？骑车还要凉快点。对啊，走吧，我们去洗漱。我裙子洗不了。啊，对，他裙子。那走吧，那你们骑吧，我陪他走。那走吧。那我们去骑了。试一下，我都没骑过。你们去哪儿，周老师？他说要去看一眼上次的。OK。你们去吧。对。你们从前面绕一圈就回去。好。一会儿见，晚点见。拜拜。要下雨了。哎，还真是，怪不得什么。我今天我还以为你没醒，因为我本来想着我说，就是8:50要出门嘛，我觉得你差不多应该8:50应该是差不多，就差不多了。Sorry， 下次我就直接光光砸你们。我反正是见了蛋，哎，你先上，你也没见蛋。你要是见了蛋，我就知道你先走，是吧？是这个理吧？是。嗯。怪不得今天回来又不想理我。啊？你感觉到了？我跟你说了，我是一个感受力非常强的人，当然必须的嘛。你明天是几点起？明天可以稍微晚一丢丢。几点？8:30起吧。起是吧？几点出现在楼上？10点。不可能，我没有那么久。那几点？最晚9:30，就一个小时。如果早上起来要敷面膜的话。9:30出现在楼上是吧？嗯哼。行，那我明天9:30我出现在楼上。没出现怎么办？如果要是就是……哎，但是我跟你讲，没蛋了家里。没。因为我今天早上煎了5个，然后后来一个都没了。后来好像全被救了用。没事啊，有别的吗？明天给你这个，我明天自己去研究一下，看看怎么下面呀、啊、什么的，整个清汤面。我想说5个鸡蛋可能不太够你吃，然后我一口鸡蛋都没有吃。啊，一口都没吃？我没有吃，我就全部鸡蛋我就放了。我是吃了昨天的剩的3个。真的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没事，理解，好吧，没关系。